市员吃在往上午的中期顺时阵，针对着报名对数，一档比一档更加侪。华中杯排球赛今年员工也正在停办，表示着相当的可惜。有当这队伍组织足多啦，啊，队员也足多关心讲啊，今年华中杯是安怎无办？今年哦，是确实是疫情的影响了啊，疫情，所以那安尼是绝对超出那个 CDC 哈、哦。他们在整个群聚这个部分的一个规范，啊，本来有讲啊缩小成为蓝区，啊，不过因为整个排球这个协会基本上是不同意的，所以只好哈，我们今年就停赛。来为着这全国四大排球赛华中杯，去年报名队伍的数量突破到386队，而比赛期间更加为客家甲周边区域带来着零点。谢泽宏是表示讲停办是可惜，但是比赛队伍愈来愈多，希望讲比赛的场地会当愈来愈好。伊嘛建议市府会当利用天然工商的闲置空间来兴建着多功能体育馆。顶一班哦，是讲他上冠好220队啊，啊，拢住冠区合并哦，你因为一年一年伊咧增加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算吼、哦，这球场这吼、哦，球场煞煞吼无够啊。咱天然工商这吼嘛有闲置的土地啊，我、哦啊、是毋讲，咧拜托市长阿姨、里长遮会当讲来斗争取经费，啊，当讲整个华中杯就是吼、哦、以客家为主，啊，无即所即个比赛话拢去到码头啊。你上午食在王七顺，主要是关心华中杯运动之外，对着疫苗施打、甲客家经营是公园、个人53线的道路拓宽，以及客家市场改建等，人提出着关心。南天新闻台以上议会采访报道。